本来推广活动大概包含了，不管是分区说明会啦，或者是种子教师的工作坊跟一些竞赛活动，遭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们也喜欢觉得很有趣啊，看电影啊，听英文歌，但是的确，我过往的环境并没有办法让我学好。但是今天有这个平台，我也有机会，我跟孩子一起学，我们一起来把这个英文学好。我相信，不管是我们要出国啊、出去玩啊，或者是孩子将来有机会到国外去学习整个国际视野的理解，我想也会很有帮助了。所以这个奖得到这个鼓励，未来可以继续好好的学习，真的把这个英语的基础把它打好。再次的谢谢大家来支持我们酷音的选择平台啊！谢谢大家的莅临指导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